这个字，有时候会不知道他在不知道讲去什么字去。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歌，是我们也是在新专辑的一首创作曲，然后这首歌是跟我们专辑同名的《勾炸勾炸》。大家知道勾炸勾炸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从前从前，所以每一次听到故事的开始都是勾炸勾炸，故事就这样继续下去。所以我们在这首歌也是写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故事。然后我们这个专辑非常特别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是在教堂做录音，因为 Acapella 的原本就是在教堂发生的音乐，所以叫做 Acapella。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把这样的音乐，把这样的人生带回教堂里面，用最真实的共振，用最真实的当下录音起来给大家听。那在我们去教堂录音前也做了很多功课，在台东的这些教堂里面有很多瑞士来的神父，这些瑞士神父从遥远地方来到台湾，就为了要爱这块土地，希望可以把他所信仰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，分享给台湾的人民。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就看到一封神父写回瑞士的家书，然后这个家书里面就写说，谢谢他的妈妈让他可以来到台湾。然后台湾有很漂亮的山，跟瑞士一样，台湾有海，很漂亮的海，可是台湾没有那么冷，台湾很热。然后他非常感谢他的父母愿意让他来到台湾，距离这么远，然后让他来爱这些人，所以也写了这首歌《勾炸勾炸》来纪念这位神父对台湾的爱，然后也纪念所有为我们曾经讲过故事的爱人亲人们。
唱完了自己的母语英文之后要唱国语然后要唱客家话然后要唱台语，对，之前跟南管合作还要学泉州话，没错，真的加入 GoFundMe 之后学到很多的文化，对，然后专辑里面还有一首精灵语，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语系，我们自己创作语言天才菲菲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又要带来一首客家的歌曲，它是来自谢宇威老师，我本身非常非常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法书哈》，应该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。那我们用人声去重新诠释这首歌曲的感觉，好像在油桐花开满在树上的时候，然后风一吹，啊，那个花就是一朵一朵这样掉下来，然后我们就用人声的方式，好像去把这个花瓣一个一个掉下来的感觉唱出来。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版本的花絮下。法书哈，你是唐伯伯。法书哈，快乐的年华，你很好过。风风踏踏一把，烛火落你眼前，得了一点不得意就好。
是无风吹过，大家有感觉到花瓣也掉落在彼此的头上吗？